那簪子，你是猪啊！我明知道自己要赴假死之局，难道会把簪子随身带回险境？不交付给你，交付给谁啊？原来武库的钥匙一直戴在我头上。是，我爹娘一早知道其中厉害，做了这个伪装。可笑的是，鬼谷中人翻遍了我家小院的每一个角落，都没找到。殊不知，他就在我头上。要是我没把那簪子带来，那我俩岂不是傻眼了？你是来赴死的，便一定会带着他。周子舒，你个乌龟王八蛋！若不是老怪物仗义，一群蠢货，办的他娘的什么事？愚不可及！叶先生，万万不可！子舒他说，千万……你懂个屁！你这是在害他。他骂人同生共死，一旦温公子知道周庄主活不成，那可就……闭上你的乌鸦嘴！谁活不成了？我还没死呢，我不允许任何人先死。